阴气虚，感觉出汗。是是是。老师，你又没吃饭吗？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小心小心，你可以夸夸我吗？Bienvenido a la Expo de Importación Internacional de China. Bienvenue à l'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importation de la Chine. 欢迎来到进博会，现在我就在进博会的主新闻中心的现场。那据说今年的注册记者呢超过了3800位。那今年的主新闻中心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还有哪些好吃的，跟我一起去看看。那我们的进宝，这个机器人就在主媒体中心一楼的咨询台附近，它的名字据说叫小新，跟我们的名字撞了。小新小新，你可以夸夸我吗？当然可以，你今天看起来非常棒，充满活力和自信，继续加油。但他好像没有夸颜值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小心跟小心比心。你可以还有 AR 扫描，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插画，它就变动了，然后对着悟空的这个完整形象的这个立牌，然后您就能欣赏到一段带有我们生肖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悟空的这个动画的穿行的过程。你已经盗汗不？盗汗，阴气虚。阴气虚。哎，那啥呢？我们给你滋阴补肾，这按摩的面积更大了，就可以刮。在咱们这个新闻中心还有一个中医服务点，这个记者们腰酸背痛的时候还可以在这里按按摩。蠢子，你敢不敢跟人家说你今天没吃饭呢？老师，你用。没吃饭吗？我这脖子里是有一根筋的。那比如说我自己在家，就是我怎么能够放松到我自己这个肩颈部分呢？这个手朝下，然后这边往这边拉。这都是可以就是随便吃的吗？对的。谢谢。老鼠掉进米缸的感觉。干杯！除了可以在这个媒体公共工作区办公之外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作间，我们进去看一看。那这里啊，集中展示了多个中国新闻社参与拍摄制作的进博故事作品，以及中国新闻社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类的新闻产品信息，那也体现了中国新闻社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全方位的新闻信息服务体系。我们现在已经同时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了，跟我们的 logo 合个影。那逛完整个媒体中心下来，我感到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文化活动，还科技味十足，既能为记者提供全面便捷的服务保障，更可以让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放松。那未来几天，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将在现场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进博会的报道。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